今天已经19号了，我们要去房车展了，下午就要出发了。我们收东西了，把这些东西拿到房车展车上寄存吧。走喽。上车了，今天不是很热哟。东西太多了，寄存一下。我们要去那个达人现场。来了，说来就来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过来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吗？我们过去，20分钟之内要开始了。我们先过去嘛，你就在这里嘛。他张总待会要过去，我们就把这个拿给张总。啊，也行。那我们先过去了啊。好。你等个20分钟过来差不多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去舞池那边，说的那边有个达人分享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达人分享是这边吗？达人分享会，看看现在是谁在分享。希望大家能够关注、评论、点赞啊！啊，欢迎多关注一下。今天请到哦，他就是脱缰漫游记是吧？现在咱们在那个闽浙收费站啊。脱缰漫游颁个奖，那有请我念到名字的获奖达人们，你们上台来领奖。王仁和、赵云飞、刘志成、李海波、蔡军、张帆、张希、老教徒、沈林峰、8090小薇，我们掌声有请这十位获奖的达人们上台。同时，我们有请鹿城网和推行的创始人李洪波先生为获奖的达人们分享。来，来瞧一瞧，瞧一瞧，瞧一瞧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嗯，加油，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期待你们更好的作品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的头像叫什么名字啊？乘风加糖啊。哦。加希望你们也加点，加点糖啊，加点佐料啊。嗯。感谢鹿城王，感谢房车行。感谢大家，因为这个房车结缘了很多朋友。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。2018二十二 B 设有共展出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，共计参展参会企业近3000家，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05%。现场展出新房车近500多台，成功售出房车700多辆，成交金额2亿多元，把卡给他推了，我们就走。我们准备要走啦，以后网络联系。谢谢你啊，拜拜。走，回去取包吧。对，我们去取包，然后就离开这里了。东西拿完了啊。嗯。我们走了，上海，拜拜。豪哥，豪哥，我们走了。你们走了？对，我们走了。我走。路上见啊，路上见啊。狗气啊！他的狗气。好了，路上见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大姐，看视频，看视频。这个吗？拜拜。辛苦了哟，张总，送的比较久哦，1个多小时。明天要回去换衣服，昨天没回去。啊。啊，你回去你浦东也挺远的吧？我住在浦东呀。哦，那还好。离机场还有3个多。嗯。他要跟半斤合影，他肯定是要跟半斤合影。要不要见见真人啊？哈哈哈哈，不要，他要跟狗哥合影。不要。我们到了，现在4点，我们进去做2个小时视频，张总辛苦了。
走了哟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下次再见啊。下次再见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拜拜。走了。我们是8点钟的飞机。八点。对。8点钟。我们现在4:20。我们在机场待2个小时做视频吧。对。因为我们在房车展还是拍了好几个视频。还有一个12万多的吧。12万8。12万8的房车，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而且还有一个拖挂8万多。拖挂8万5吧，还可以哈。对。4个座位哦。哦，4个床。4个床。可以睡4个人。说错了。我们现在进去给大家做视频吧。我们现在进去做视频了。拍照。